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放置英雄 Eureka。好，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2023最多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啊，将近20组的序号，跟着旭哥爽爽领起来最爽的福利。那开局就可以拿到好几百抽啊，最速的这个手抽可以开刷，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很多角色啊，五星神角啊，哦，好性感，都可以免费拿到。还有这个官方认证啊 ，T0 最强的神角阵容，所以开局呢就不会组错啊。有官方认证最强的神角，都会在这一集攻略的详细的分享给大家。还有这个最爽的转蛋啊，五星神角通通都可以免费拿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了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。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点画面的下方有这个礼包序号，礼包序号点进来呢，在画面的中间呢、啊、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那我们就来输入这个 HERO999 按领取。这个有100个造型券哦，哎、不错呢，造型券可以拿来。用造型啊，再来是 HERO888 啊，领取这个有探宝券啊，然后钻石，然后10万的金币以及经验药水，也是可以拿来前期养成啊，完美开局可以用到。再来是 HERO777 啊，领取哦，直接拿一只五星神角自然之女这个牧师奶妈，免费拿一只奶妈，不错。接下来还有这个钻石啊，然后10万的金币，以及大量的经验值，还不错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拿到的自然之女。解钻机应该还可以再拿到钻石，有没有？还可以再拿一个钻石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HERO666来领取。那这个是20到200级，所以我们冲一下等级就会有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这个 LOVE 接下来领取哦，直接拿到一个公测成长礼包，在第一天、第三天、第五天都可以领取到成长奖励，这个蛮爽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ARIEL923，接下来领取 ARIEL923。这个有888钻，哎、很多啊，这个不错，福利不错。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STRAT， 接下来按领取，这个200钻加30万的金币哦。跟着旭哥开局，最完美开局啊！接下来输入这个 NEWWEAPON New Weapon， 接下来按领取，哦，超爽的。200钻再加上10万金币，再加上10万的经验值，哦，这个福利真的不错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ELEGANT Elegant， ELEGANT 按领取，有200钻加15万的经验值，哇，这个开局真的爽。再加这个 NICEWEEK 啊，领取300钻加20万的金币。接下来输入这个 JADEFAN 啊，领取一样200钻啊，30万金币，好爽啊！最完美开局福利。好，那在信件这边呢，有这个100抽礼盒啊，这个奖励可以领起来，直接拿100抽。所以我们开局就可以拿好几百抽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福利领起来，还有探宝券啊，这些钻石啊，哦，很爽。好，来抽一下手抽喽，直接来个10连，来10连哦，有金色的，应该有5星啊，
哇，爽啊，性感妹子，不错不错。把这个五星养起来啊，这只还蛮性感的，不错。好像以前玩也是这一只啊，以前旭哥之前玩的时候，好像开局都是抽到这一只。好，先冲起来，反正我们拿这个礼包马的奖励呢很多，就直接来养这个角色了。钻戒也可以领一下。好，再来把转蛋抽一抽啦，直接来个十连。我又中一只金色的。欸，金色的角色还蛮好中的，海屋还蛮好抽到的感觉，不错，福利还不错啊，免费招募来。那我们再来抽个十连啊，拼拼看，来吧。哦，一个金色的妹子啊，不是，是男的，哭啊。好，看起来是个也是不错的角色。那旭哥来讲一下官方认证啊 ，T0 最强的神角阵容，这个天启不灭之翼啊，这个阵容应该蛮难组的，但是是最强势的。这个有神焰啊，然后焚焰，还有强化英雄能力，能够打出这个高爆发的伤害，直接打出致命的打击。那里面都很多很香的妹子啊，像是天启这个半身灵偶，那天启的木叶神光。每个奶都很大，不错。还有天启的天禄星君，天启的白昼耀星，哦，欸，真的很香欸，欸，赞。还有天启的莲舞梵音，哇，每个妹子都赞。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妹子啊？看起来都不错。好，这五个妹子呢，最强势的 T0 神角阵容啊，焚焰啊，然后这个神焰强化。接下来这个凌霄高额打击呢，高频打击也是这个最强势的 T0 神角阵容。那这个是凌霄阵容的，有这个凌霄雅乐仙姬，一样都是妹子。欸，这游戏是不是都妹子啊？好，还有这个九尾元君，再来呢这个轻影化蝶，小蝴蝶哦，有看到男生了，太初剑魂，终于有个男的了。好，还有这个清霄龙主。这个是凌霄的阵营，一样是这个最强的阵营。然后这个有单点啊击杀能力，快速秒杀对方。这是算是比较偏向秒杀流的玩法，高速出手。那最后还有这个神翼啊，极致爆发。那这个阵营应该也是很难抽啊，因为神翼应该也是不好抽到。有这个黑骑士哦，香。然后血缘极光、绝代名伶啊，然后。哇，哦，这个奶也太赞了吧！沉醉使者，哇，这个很香，很像最近旭哥在玩那个神机血屋，只要戴一个那个面具，有没有？戴一个眼罩这样。好，还有这个事业魔姬，哇，这个造型是旭哥的喜欢的造型啊，不错，事业魔姬这个不错，有这个事业线啊，有事业线。好，那这个群体输出的 AOE 输出，大量的爆发的输出能力啊。他可以打出很高额啊，高额的爆发能力，然后一样具备有单点击杀能力，都是非常优秀。这三个阵营啊，都是最强势的，所以官方认证啊 T0 最强的神角阵容。那旭哥推荐这15只角色，然后还有这个三个非常强势的阵容都推荐给大家。那新手推荐的话，像是残血收割这一支呢，魅影之剑我们开局可以抽到嘛，也非常好用，就很像那个。诅咒之刺马赛克英雄一样，他可以一直单点的收割诅咒之刺。好，那最强的神角阵容，官方认证的 T0 最强神角阵，还有这游戏最多的礼包马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啊，将近20组的序号，2023最多的礼包马总整理，最强的攻略，最强的福利都在旭哥频道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看旭哥手游攻略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